诸位大德，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五面，从第三行看起。我们先把经文呢念一遍：龙王当知，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何等为宜？为于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令诸善法念念增长，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世界能令诸恶永断，善法圆满，常得清净诸佛菩萨给予慎重。言善法者，为人天身，身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皆以此法以为根本而得成就，故名善法。此法即是十善业道。何等为十？未能永离杀生、偷盗、邪行、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嗔恚、邪见。到这个地方呢，这是一段啊。这一段经文是本经最重要的一段开始，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教导一切天人大众，可以说圆圆满满包含了十法界的有情众生，同时也是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的根本法门。我们对于这一段的开始要特别认真地思维，认真地学习，果然能把它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一生何愁不成无上道。念佛的同修都知道这个法门叫一行道。所谓一行道，是跟其他法门比较起来说是容易啊。其实如果你把它看得太容易了，那你是误会了。实实在在讲啊，并不是很容易啊。净宗法门从经教里面去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往生呢，有些人听到不太喜欢，换个名词，以名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大家就欢喜啦啊，怎么以名到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呢，是要信愿行，这是叫三资粮啊。行里面包含着十善业道，大家都疏忽了，往往认为行就是老实念佛就可以了，这个佛号不能跟十善融成一片，
不能往生啊。那是古人常常说的了，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那么再想想，世尊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状况呢？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吧。西方世界纯粹是至善的境界，人都是善人，无都是善无，法皆是善法，确实没有一分一毫不善夹杂在其中。所以我们要不认真努力修善，念佛也不能往生。这是对于净宗同修来说的。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想得人天殊胜的福报，还是要从修善积德做起。前面一段经文昨天我们略略的提了一下，世尊叫我们看佛，佛的相是从百千亿福德所生的，菩萨的相妙思严净也是由修集善业福德而生的，乃至于我们世间过往大臣大富长者，他们的相貌端正庄严，我们一般普通的人没有福德的人跟他不能相比啊，都是修集福德所生的。我们要懂得这个因果的道理。世间修什么样的福报最殊胜？佛告诉我们，舍己为人，修己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利益正法九住，这个功德无比殊胜，福报也没有能够跟他相比。问题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要肯干啊，许许多多学佛的同修在经典上读过这些经文，也听过这些讲解，可是他就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他怀疑啊，如果我辛辛苦苦赚的这一点钱啊，去布施掉了，那明天谁布施我呢？我供养别人呢啊，这明天什么人供养我呢？于是犹疑不决，不敢去做。佛陀的教诲永远不能够实现。古时候有人做，我们看到古书上的记载也不敢相信，恐怕是这书啊大概是劝人为善的，
未必真有这样的果报。这几年来，我们在新加坡居士里做了一个实验呢，就是真干，决定没有怀疑，没有畏惧，佛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照做。做了之后，果然有效。我们所看到的效果之殊胜，这两年来，东南亚遭受的经济风暴啊，每一个行业财务收入啊，都减少了一半了。我们知道，许多行业还面临着破产。佛门也受了很大的影响。每一个寺院道场的收入，差不多也减少一半。新加坡的居士林不但没有遭受的影响，经济收入月月增长，好像这个风暴我们没有一丝毫的感染到。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把佛陀的教诲证实，只要你认真努力去修因，你修才不实，你一定得财富。钱财源源不断而来，我们与许多宗教接触，现在居士林变成宗教聚会所，你们到那边去，常常看到各个宗教的一些领袖们、代表们，常常在居士林聚会，在居士林吃饭。他们对居士林感到非常惊讶，说：“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道教的李道长说得更好，他说：“你们的财物摸不到底呀。”李牧原居士答复得很好啊，他说：“我们有后台老板了。”大家就问：“老板是谁呀？”一定是个大富长者护法的了。他告诉他，我们的老板是阿弥陀佛。我们完全听从阿弥陀佛的教诲。阿弥陀佛怎么教我们的呢？在《无量寿经》上，净土三经所讲的就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啊。我们接收佛陀的理念，接收佛陀的教训，接收佛陀教给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们全心全力修财布施，所以财富源源不断而来，不受外界任何影响。我们修法布施，所以
居士林上上下下都有智慧，每一天在这个道场至少都有1000多人在里面活动，没有争论，没有意见，每一个人欢欢喜喜，见了面面都带笑容，所以一般到那里参观都叹为稀有啊！真正做到了人和，我们对于贫穷、老人、病人、苦难人，全心全力去照顾、去帮助他们，这叫无微不至，果报是健康长寿了。就是3种果报：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证明佛陀的教法真实不虚。我们不应该再怀疑了，我们做出实验团体，你看看团体的兴旺，个人，你看看个人的福德。我们看林木原居士，新加坡还有一个许哲居士，我本人也是的，年轻的时候一点福报都没有啊，看相算命都说我短命啊。学佛之后认真努力学习，依教奉行，命运都改过来了，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个身叫业报身。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都是业报而来的，但是聪明人遇到佛法，就应当把业报变换成愿力。佛家不常讲吗？成愿再来，不是说死了以后再来呀、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当然这也有，就在这一生，就利用这个身体，我们就把它转换过来就行了吗？怎么转换法呢？从前念念为自己呀、自私自利呀，现在把这个念头断掉，业报身就净了。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我这个愿力超过业力，我为别人呢超过为自己，这个念头转过来了，这就叫尘缘再来。我转过来了，李牧原居士也转过来了。李居士在11年前，他得一场病，癌症，癌细胞扩散到这个内脏几乎每一个部位，医生给他诊断说他的寿命最长只有3个月。他在这个时候真叫勇猛精进，万缘放下，一心一意为佛教服务，到居士林去做义工，等待往生。他已经等了12年了，12年还没往生。再去检查呢，他这个癌细胞没有了，
这是什么？把业力转变成愿力，所以他那个身是尘缘再来身啊，他自己的业报身呢早已经结束了，10年前就结束了。你们想想看，他们能转，我们为什么不能转？一转过来之后得大自在，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把握，真有信心，你说多么快乐。世间人都怕死，修行人绝对不怕死，了生死啊，生死已了啊，不受后有啊，决定是随愿化身，你说这多快乐。因此心里面一丝毫的恶念都没有了，念念与世尊这一段的教诲相应。佛在这个地方叫住龙王当持，这个龙王是我们的代表，他的表发的意思昨天跟诸位说过了。菩萨有一法不多啊，多了我们学不，我们没法子学，很简单，一法。这一法呢就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一切诸恶道不只是地狱恶鬼出生的，六道跟十法界比，六道是恶道，十法界跟一真法界比，十法界是恶道。所以恶道有相对的讲法，当然在此地是抵制三恶道。这个意思还需要详细说明，说的最好的天台宗智者大师所说的百劫千如，佛讲十法界，十法界最苦的是三恶道。天台大师告诉我，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十法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每一个法界里面呢都有诸恶道苦啊，这样讲法的意思就圆满了啊。每一个法界里头都有诸恶道苦，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诸恶道苦，何等为宜？这一法是什么呢？佛在这里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这个人呢心善啊，思维善法，念头善啊，观察善法，行为善啊。如果一个人心善
面善、行善，就决定不会造作恶业，当然就能够永离一切恶道苦嘛。佛这个说法贯通所有一切的宗教，在新加坡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宗教，我们中国人称它做仙教，也称它做拜火教，它的历史比佛教还久，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教在今天全世界信徒只有15万人，在新加坡的信徒呢只有150个人，所以他们过年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这100多人聚集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确确实实相亲相爱，如兄弟姐妹，我看到非常欢喜，我说你们这个教人数少，但是你们超过其他宗教，你们这种亲爱的精神、团结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其他宗教不能相比。他们听了很欢喜，也确确实实如是。这个宗教的教义归纳起来就是心善、念善、行善，跟这个经上讲的完全相应啊，丝毫都没有违背。这样才能够令诸善法念念增长，这8个字就是学佛同修常常说的积德修善，或者说是积功累德。这一句话佛家说，道家也说，儒家也说，在中国过去三教共同的说法，换一句话说，三教共同的理念啊。下面这一句话呢，我们要特别留意，不容毫分不善见杂，这一句要紧的。我们修行也知道断恶，也知道修善，为什么修学的功夫不得力？为什么每一天还在烦恼里面过日子？多数同修没有认真反省，认真去检点，你一直天天埋怨自己，怨天尤人，这个不能解决问题啊。问题出现，聪明人决定要把问题的结症找出来，然后把它改正过来，这问题才能解决。我们问题结症在哪里呢？
修学一切善法里面夹杂着不善在里头啊。祖师大德们讲经常常用比喻说啊，譬如这个杯子，杯子里面盛的上好的饮料，甘露醍醐啊，最好的饮料，可是这个里头呢夹杂着一点毒药在里头，喝了啊不但不能养生啊，要送命的。我们今天修学一切善法了，不能成就，里面夹杂着不善。必须要知道啊，一定要懂得改正过来啊，决定不容许再掺杂不善啊，不善的念头就是自私自利，不善的思想就是贪嗔痴慢，不善的事就是杀盗淫妄啊，妄语两舌恶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夹杂这些，这是我们的致命伤。今天在这个讲堂里面在座的同学，无论你是老修行，或者你是今天第一次才来听讲的，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坐两小时，你能把它听完还不想离开？佛在经上说都是善根深厚之人。什么叫善根啊？善根深厚呢？这个善根不是这一生种的啊，生生世世多劫之前你就种了善根，你就修学佛法啊。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听得非常欢喜啊，每一个人心里都发愿，我将来成佛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啊，大家一同起来供养释迦牟尼佛。佛看到了很欢喜啊，告诉大家这几个人呢、啊、这个小团体啊，他们这一帮啊，过去生中啊曾经供养400亿佛，你们就想想这善根深厚，从这里就体会到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我们在座同修啊，大概都是有这样的善根啊，还有超过供养400亿佛善根之人大有人在。哪些人呢？你听了这个经之后发愿要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的善根比阿舍王子这一帮人殊胜太多太多了。为什么呢？阿舍王子只发了一个愿，将来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
还没有发愿求生净土，所以说他们的善根呢还比不上我们，我们善根比他还要深厚。为什么无量劫来遇佛闻法修行没有能成功呢？原因呢，就是夹杂不善。这个问题严重啊！夹杂不善那个根，就是自私自利，自己的利益不肯放下了，只要与自己利害有了冲突了，佛陀的教诲呀、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烦恼习气完全现行了。这是夹杂着大量的不善啊，不失毫分啊。我们不能成就的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生当中，如果真的要想得生净土、亲近弥陀，我们要记住，这一些不善要从根拔除，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不沾名闻利养啊，要晓得那个东西有害呀、没有好处啊，对我们有害处啊。不沾名闻利养，不起贪嗔痴慢，看到别人做好事，什么叫好事？对社会有好处啊，对一些苦难众生有好处，我们生欢喜心的，生赞叹心，我们有力量还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成人之美，决定没有嫉妒，决定没有障碍，这是善里都不夹杂。如果看到别人做好事，我们生嫉妒，别人有成就，我们总想方法来障碍他，最怕别人超过我，你就夹杂不善了。夹杂不善了，那就跟过去生中一样，这一生不能成就，只是在善根里头加一点。什么时候成就呢？什么时候不夹杂毫分不善呢？那个时候你就成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佛菩萨常生欢喜心，常生智慧心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我是26岁学佛，第一部看的经是丁佛宝居士的《六祖坛经前注》，这是我第一本看的经，我看得很欢喜。我看了之后，我非常佩服慧能大师，这个人了不起。你看看，他到黄梅去礼拜五祖忍和尚，忍和尚问他，你到这个地方来你想求什么？他给忍和尚说，他到黄梅来想求做佛啊。这就不是普通人，我们普通人
你去打听打听，去问一问，他到寺庙里面来烧香拜佛，你问他什么？他来求佛保平安的，求发财的，求升官的，都是求这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来求做佛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所以慧能求做佛，他真的就做佛了。你看看人家求的跟我们不一样啊。五祖遇到这样的学生欢喜啊，但是佛门里面也是龙蛇混杂了啊，良莠不齐啊，嫉妒障碍还是在所难免。真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免不了要遭人嫉妒。所以五祖就用个障眼法，把他看作一个普通人。好吧，你到草房里面去做工去，打发他到厨房里面做粗活，舂米破柴，分配这个工作给他。慧能接受了，在调转头要走的时候，又跟这个五祖说了一句话，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呀。如果我们今天要是遇到祖师，一定是跟祖师讲啊，弟子心中常生烦恼，我们常生烦恼，他常生智慧，这个就是我们的善根福德不一样。如果你善根福德现前，那你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常生智慧，不生烦恼。你这一生当中唯一一个愿望，愿望做佛。要跟诸佛一样广度苦难众生，这是诸佛如来的事业，他们的事业就是普度众生。现在我们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就是夹杂不善。善恶的标准，我们学净土法门的同学必须要依靠无量寿经第33品到37品，这一段经文世尊以无尽的慈悲将五戒十善的形象修学的方法以及夜莺果报说得很清楚，很详细，很明白。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选择做晚课，经中的同修，我们早课不念楞严十小咒。为什么呢？念这些咒语依旧打妄想，依旧夹杂，不得利益了。古人能得利益，
现在人不能得离。所以扩送了不能不改。我将这一部分的念诵的咒语改作经文，选择无量寿经第六品四十八愿作为早课的读诵的经文。读这一段经文要学阿弥陀佛的心愿，使我们的心同阿弥陀佛，我们的愿同阿弥陀佛。早晨念这个经文意思在此地啊，晚课念这个无界十善这段经文，是让我们认真的反省忏悔，我这一天佛在经上这些教诲我做到了没有，佛教我做的是善我做到没有，佛教我不可以做的是恶我有没有去做啊？晚课是反省啊，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是忏悔，要依照佛的教诲改过自新，天天求改进。诸位要晓得，改正错误就是进步，改进天天改进，务必要把我们夹杂的不善减少断除啊，当然是不容易，一定要减少，年年减少，月月减少，天天减少，果然真干，有个十年八年，给诸位说，就不会夹杂，毫分不善，功夫用成了一丝毫不善的都没有了，不但不善的言行没有，不善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自己就晓得你是念念行行之中啊，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诸佛的护念呢，你感受到就好像呢，这个慈母啊，爱护自己儿女啊，儿女知道哦，母亲真爱我，啊，母亲真喜欢我，啊，他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啊，诸佛对我们的爱护，啊，我们今天没有法子感受到，是因为夹杂不善，产生了障碍。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有相当的难度，但是这种难度是可以克服的，不能克服的难度佛常讲登天难求人难，这是不能克服的，我们这个肉身要想升天不容易啊，求人不容易啊，这个不夹杂丝毫不善呢，这是自己的事情啊，既不是登天又不是求人，这求自己的事情，换一句话说，只要自己真正肯发心，真正肯克服自己的妄想杂念，是可以做得到的。果然做到了，就超凡入圣了。所以
善法才可以念念增长。世界能令诸恶永断，我们知道恶诸恶是诸恶道苦的因缘，诸恶道苦那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因断掉了，缘断掉了，恶的果报就消失了。利苦得乐这一句话就现前，就兑现了。所以佛教我们断恶是断恶因，断恶缘。这个理念，这种教学，我们想想，符不符合现代人所谓的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佛法不违背科学啊，不但不违背，超越科学多多啊。恶道苦断了，善法圆满。这个善因善缘成熟了，善的果报当然现前。善的果报是什么呢？常得清净诸佛菩萨给予身众。佛在经论里面常讲的一真庄严，这个境界现前了，这是至善的善道啊，至善的果报啊。你能够亲近诸佛，诸佛菩萨寄予慎重在哪里呢？就在现前啊。佛在经上常说，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于是你也心目之中啊，看到芸芸众生原来皆是诸佛，皆是菩萨，皆是圣众。这个话说起来也许你很难转得过来呀、啊，你听了不懂啊。昨天跟诸位说过，佛在这个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的心想到纯善啊，所有一切境界都变了。所以诸佛菩萨就在眼前，现在认得了。从前心里头夹杂不善，怎么看都看不出来，现在这个丝毫不善呢、啊、都拔除了，越看越明显，越看越清楚，确实诸佛如来诸上善人同居一会呀、啊、
我们这才明白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说一切众生呢，皆是未来佛，这是佛的方便语，是佛随身俗地而说的。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佛的真谛语，是佛说了一句老实话。我们要把毫分不善拔出，你才能见到。你要还有掺杂着不善这个境界，你见不到，你只是听说而已。这个事实你见不到的。